马上就要六一了，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电饭煲奥尔良鸡翅鸡爪给孩子们吃吧。鸡翅在他身上打上花刀，鸡脚去掉饺子盖，放姜葱、生抽、老抽、料酒，再放一包奥尔良腌料，用我的左手给他深度的按摩一下。电饭锅底刷油，铺上一层洋葱，趁旁边没人的时候放入鸡翅鸡爪，倒上剩余的腌料汁，电饭煲按煮饭键。孩子们爱吃鸡翅鸡爪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上桌之后保证孩子们抢着吃。